熬日子，2020年5月30日，日出东方鸟儿叫，一日三餐好无聊，拔草栽花不热闹，天黑又到静悄悄。熬日子，2020年5月30日，日出东方鸟儿叫，一日三餐好无聊，拔草栽花不热闹，天黑又到静悄悄。谢谢您对白云飘飘的支持，谢谢您的观看和订阅，下次见。